早大家都聽到林鄭月娥咧就繼續喺度講話國際慣例咧，就有關呢一類啲出入境嘅事宜咧係不需要解釋。嗱，呢一個咧係近乎無賴嘅説法嚟嘅。如果真係咁國際慣例咁普通嘅一件事啊，點會由英國外交部啊、歐盟啊、我哋香港嘅美國商會啊，以至係國際嘅新聞團體無國界記者等等咧嚇，都會咁樣發聲明抗議啊，要求香港政府有個合理嘅解釋嘅添嚇。咁但係大家睇到咧，林鄭就以為佢一句咁講完咧，就大家可以若無其事。呢件事係香港政府赤裸裸而粗暴地俾外頭人、俾香港人覺得佢係企圖以政治手段嚟到打壓，唔單止係新聞自由，係用一個外國記者嚟制旗啊，即係以示嚇我哋對港獨嘅什麼態度啊等等。呢個係太赤裸裸、非比尋常嘅一個例子，所以你不可能話外頭人質疑、香港人質疑咧，係完全唔合理嘅。總之我話我係國際慣例，不需要解釋咧，就可以蒙混過去。呢個係一個非常無賴同埋係失禮嘅講法嚟嘅。咁我哋民主派咧都知道林鄭咧係將會咁講嘢噶啦。咁我哋咧就而家會。在10月24日，我們會提出一個傳召的動議，就是我們所有民主派陣營當中的議員都是參與的。我原本提上去的那個議程的措辭呢，是有了我們的署名的，但是呢就原來說這一類動議呢只准一個人可以提，所以就只是現在是放了我的名字上去。我哋就會係傳召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同埋係入境處處長嚟立法會咧，係要求佢哋作證啦、解釋啦，同埋係有即係可以提供埋任何有關嘅一啲文件啊、記錄啊等等。咁你話會唔會覺得即係過嘅機會會好低下咧？咁嚇啊，呢個我哋唔猜測，我哋希望建制派。你就不要一味只係識得擁護老闆，你要睇清楚。我哋香港而家唔係淨係講新聞自由，最基本嘅核心價值咧都係受到衝擊嘅，而我哋亦都成為一個國際而家一個焦點嘅笑話嚟添。我希望建制派咧就即係同我哋睇清楚，咁亦都與此同時，我哋所有民主派嘅議員咧都可以。正正式式在議會發言，然後就for the record 嚇，以留記錄咧，就係我哋對呢件事有咩嘅睇法嘅。好，我暫時講到呢度先。講埋英文。We are table all the Democrats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be tabling a motion summoning the Chief Secretary, the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and her.Security chief and immigration head to come to the legislature to testify and to provide all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records and things regarding this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Mr. Victor Mallet. And we think that Mrs. Carrie Lam couldn't just think she could keep giving out glib remarks, clever talk, and she could just get away with it. Because it may be true that international practice does say you don't have to explain every single immigration case, right? But then this particular case involving Mr. Mallet is quite so unusual.It's quite so blatant and vicious on the part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try to victimize one particular person, one foreign journalist. You've done us wrong,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and we're here to teach you a lesson. And this is just unacceptable. We need the proper explana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I hope Carrie Lam will have the courage and wisdom to reply to all these demands and allegations.
you would say this motion might not get a very good chance to get passed. Well, this passage business, we wouldn't be speculating just yet. But then we also call on our Beijing loyalists, colleagues in this chamber to reconsider their position when it comes to defending Hong Kong's core values. Thank you.各位傳媒朋友，林鄭的確是有回應了。不過這個回應就是公然地告訴香港人，我們不需要解釋，說這些是國際的慣例。但是當這件是馬凱的事件，是直接衝著我們香港人每一個人的基本自由，我們的新聞自由，而你的時候，香港人就是要他解釋，我們議會就是要官員在立法會向我們解釋。 所以民主派，我哋要用盡我哋議會可以有嘅途徑，係要求官員出席答辯嘅。包括頭先係武議員講嘅，係喺24號我哋提嘅議案。我聽日亦都會喺一個立法會大會上面，喺林鄭讀完施政報告之後，喺黃碧雲嘅關於食物安全嘅決議案之前，就提一個休會嘅辯論。根據議事規則咧。 係主席咧係要考慮事件係咪有迫切嘅係重要性。咁我認為呢件事件咧係已經受到國際嘅關注，同埋對我哋香港人嘅基本自由、言論自由同埋咧係新聞自由咧嘅衝擊底下咧，我認為呢件事係必須要盡快討論。呢個亦都係咧喺馬凱嘅事件出現咗之後，我哋立法會第一次嘅係正式嘅大會。咁我希望梁君彥咧。 係聽清楚，即係我哋民主派同埋我哋香港人嘅關注同埋憂慮咧，係盡快作出處理。佢可能會話基於慣例，就喺施政報告當日就唔討論其他嘢啦。咁但係基於必要性同埋急切性，佢都可以批准討論黃碧雲嘅關於食物安全嘅議案。我希望佢都基於港人嘅憂慮，基於我哋嘅係自由嘅失去啦，係呢個迫切性咧去批准今次係聽日嘅係休會辯論。 马凯呢个事件呢，如果政府林郑月娥话呢个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入境个案，跟住佢哋又唔讨论评论一啲个别嘅案件，个别嘅个案，咁于是就谂住蒙混过关呢。首先我想指出嘅就系今次涉及嘅呢位马凯先生呢，系一个记者，而且呢系外国记者协会嘅副主席。 呢一個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好特別嘅身份。而且咧，馬凱先生喺過去咁多年嚟咧，其實係就住香港嘅評論咧，佢係冇做過乜嘢嘢嘅。大家都知道今次佢係被即係政府係唔俾佢續呢一個嘅工作簽證嗰個原因係乜咧？ 简直就呼之欲出，所以有阵时我觉得我哋问政府叫林郑月娥解释原因咧，其实就佢画唔画公仔画出肠咧，不如我要佢解释佢点解要咁做，其实仲更加系直接。我亦都听到有一啲嘅立法会资深嘅立法会议员最近系喺度讲，啱啱琴日定今日喺度讲，就话几十年嚟香港都冇试过发生啲咁嘅事嘅。 一單啫，大家唔使咁擔心。最弊嗰一單唔係幾十年前發生，係啱啱發生，竟然夠膽咁樣樣嚟去講一啲咁嘅説話，本末倒置嚟去將一個咁醜陋嘅事情就當作冇嘢，我都覺得呢一啲嘅建制派議員真係個面皮非常之厚。最後我想講嘅咧就係過去幾日，我哋見到有好多市民。 對於呢件事極度嘅關心，老老實實喺呢幾年嚟啊，如果有一件事件可以喺幾日之內有過萬個市民係會簽名去反對嘅，或者去支持嘅網上嘅一種咁嘅呼籲咧，其實真係已經算係大家唔好睇小市民係覺得呢件事咧係極度咁衝擊香港嘅核心價值，同埋我哋所擁有嘅自由，同埋我亦都見到。 呢幾日真係有好多位係喺香港工作嘅，不論佢工作咗好耐，已經係成為香港嘅居民嘅外籍人士，以至到咧好多喺商界入邊工作嘅外籍朋友，都係同我講，唔係全部係記者，記者都唔使講啦。
甚至其他嘅喺各個唔同嘅金融界啊、各個行業 IT 界工作嘅外籍嘅朋友，佢都話呢件事件令佢好擔心，究竟自己係唔係可以繼續喺香港生活落去？呢一件事唔係淨係好似政府或者建制派講成好似你哋明下啦、紅線啊、打擊港獨啊，唔係啊，係打擊香港嘅商業嘅作為一個國際中心嘅地位嗰種打擊咧。政府唔好輕心，掉以輕心。所以咧，我希望咧，特首一定要出嚟去解決呢一個困局。我哋專業議政咧係會全力支持呢一個嘅提出嘅呢一個嘅議案，所以希望我哋可以得到呢一件事一個圓滿嘅解決。公民黨係完全支持毛孟靜議員代表我哋民主派提出嘅呢個議案，亦都會希望咧主席係能夠接納許智峯議員嘅休會辯論。國際金融城市唔係理所當然嘅。這個是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去累積而來，這個招牌現在就在我們眼前，在我們面前被現在的特區政府慢慢地去打爛。不評論個別個案幾個字根本不能夠去遮住整件事的醜陋。你特首不說話，你官員不說話，你身邊那班左派的流羅已經在那裡招招喳喳掩掩揚揚講曬出嚟啦！一係你就特首出嚟反駁佢哋，話你而家呢班左派講嘅全部都係錯嘅；一係就你自己出嚟堂堂正正。既然你做得咁理直氣壯啊嘛，你咪話俾全世界聽咯！我特區政府就係唔歡迎呢啲人，你夠唔夠膽咁做？喺而家全球氣候咁微妙、國際政治氣候咁微妙情況底下，我就睇你特區政府係咪要咁樣做，係咪要將國際金融中心呢個金漆招牌打爛佢？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就今早林鄭月娥話佢唔評論個別個案咧，呢個係國際慣例。我想同佢講，國際慣例係咩咧？國際慣例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係應該歡迎所有嘅國際傳媒去自由採訪，去自由去問唔同政見嘅人士佢嘅睇法。呢個就係國際慣例。現在香港嘅情況並唔係話個別有哪些人士被拒入境，現在我們看到的不單只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副主席 Ben Rogers 是被拒來港，不單只是有不少的台灣以至日本的國會議員是被拒來港，現在是有一個外國記者協會的副主席都被拒去續他的工作簽證。這個並不是個別事件，是一連串的事件收窄香港的言論空間、新聞自由。我想跟林鄭月娥說，其實梁振英比他來得真誠，梁振英最少擺明車馬去批評 FCC 說要收回他的會址，他最少這樣說他心裏面要打壓 FCC 的想法，但林鄭月娥是調轉嚟，佢唔講，佢淨係做啫，佢淨係去讓佢哋嘅政府，讓入境處去拒絕批呢個工作簽證，俾一個主持過所謂港獨論壇嘅，其實唔係港獨論壇，係港獨為主題嘅論壇嘅主持人，佢嘅工作簽證。林鄭月娥敢做唔敢認，其實佢來得比梁振英更加虛偽、更加懦弱。多謝。我想同林鄭月娥同埋林鄭月娥政府講啦，不評論個別事件咧，今次咧不能再成為佢哋嘅擋箭牌。我哋而家唔係叫你做時事評論員，叫你評論事件講兩句意見。
我哋今次係用法定嘅程序、法定嘅權力，係傳召你同埋你嘅官員嚟到立法會，向議員同埋向全香港、向全世界去解釋清楚呢件事件。請你唔好再話不評論個別事件。今日林鄭話所有指控都係純屬揣測。好啊，如果純屬揣測，咁你就嚟一五一十咁樣講清楚俾香港人聽，講清楚俾全世界聽。入境處嘅批唔批一個 visa， 批唔批一個簽證咧？其中一個原則就話香港利益。我哋今次要林鄭月娥嚟解釋，亦都係建基於香港利益。傷害已經造成，而家我哋想將呢個傷害減到最低，唔想香港嘅利益繼續係會被損害。仲有咧，我係想同北京講嘅。北京外交部昨晚相關官員話，佢話睇唔到今次事件咧係有損香港嘅聲譽。嗱，佢睇唔到係佢隻眼有問題，同埋你嘅聲譽咧唔係你自己話有冇受損嘅，唔係香港林鄭月娥話，唔係北京話嘅，係人哋點樣睇你，係外國人點樣睇你呢個國際城市嘅聲譽有冇受損。而家證據確鑿，歐美社會、全世界嘅傳媒都喺度遺憾擔憂，呢個就係香港國際聲譽受損嘅最好證據。請林鄭月娥出嚟去解決呢件事件。See that.